这里开始教大家怎么鉴别有没有刚化过的哈，用这个墨镜就行了。两个面，它这里你看有个 burnmark， 我们叫做 burnmark， 就是这个烧过的这种，就跟烧菜一样，烧糊了一样。你看拿掉你是看不出来的。鱿鱼游戏，然后再把这个装进去。来，师傅来装进去。你看，如果鱿鱼游戏里面有这个东西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